洗呱呱坐旁边吗？爸爸坐旁边。我要坐那边吗？会不会太急？是。对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绝代沙 Q， 我是沙 Q 周月，还有 Mini Q Harry， 那个是什么？好大的狮子哦！我们今天来到新竹丰益喜来登，对。这次我们趁着他们有推出很多的儿童主题房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带 Q Q 来体验来住一下。这边呢，他现在已经有活动了，是四点的时候迎宾开场舞的感觉，小朋友就可以跟他们的吉祥物拍照，超级热闹的。对，就很适合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来玩，然后一起住饭店这样子。对对对，然后还有很多亲子的活动，然后还有什么密室逃脱啊、水乐园啊。对，等一下我们下午5点要去夏日派对。对。然后晚上还有那个什么荧光派对。对，很赞哦。就是都是for小朋友的。亲子会玩得很开心的活动，然后我们这次还带了我们家人一起来玩，对，带了阿嬷跟阿祖，对，还有带着阿姨，对，跟九九一起来。我们现在要去5楼的游戏室，先带迷你 Q 去玩一下，因为5点你看5楼也有水派对的活动 ，Go。两个游戏室，一个是波波丛林，然后一个是波波梦幻岛。而且好大哦，好大，蛮大的，环境空间很好。听说他们的游乐的设施啊，都是跟骑士堡合作，而且都是符合 SGS 认证的哦。对，所以其实都玩起来都很安全。你看像这边的那种脚，全部都是圆脚啊，然后是有软垫。对。要玩的话要预约，感觉还不错哎，有2台电视，应该有蛮多游戏可以玩的。哇，他们已经开始玩了，你看我们赶快过去。他们这个现在是夏日海滩狂欢派对，它是每个礼拜6日的5点到5点20，20分钟的时间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玩泡泡，然后还有大姐姐跟吉祥人偶唱跳哦，大人看大姐姐，小朋友玩泡泡，很合理。然后这个平日啊，它其实是迷你高尔夫球场哦，假日就变成这种派对，哎，超多人的，大家玩得超开心的。现在借给我你们的双手，用最热情的尖叫声，掌声欢迎今天的开场表演。
个超好玩的，我刚刚整个脸被喷湿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吃晚餐，我们本来要订这边的中餐厅，结果哇，今天太多人了，烤鸭看起来超好吃。对，结果我们今天。爸爸好啊，太多人了，结果我们就吃不到中餐厅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来吃。好，去吃晚餐哦。好。我现在来到旁边的远东百货，超多人的，对，今天人真的超多，差点排不到的开饭川食堂，有人取消，我们赶快对，有，我们像三姐妹在吃饭哎，好，真的，对，大姐、二姐、小妹。饭店的，我们来介绍房间吧。我们今天住的是642波波星球哦，很漂亮哦，来，好漂亮哦。我们来介绍一下，你看这个前面就有这个外星人，今天就是太空人，有一个秘密基地的概念。对，还可以这样爬上去一下。哇，你们两个在秘密基地里面嘞 ，Hello。好酷啊，里面都是软垫，超漂亮。而且这个秘密基地它也是有经过 SHS 认证，就是一样是骑士堡合作。我觉得这地毯也超用心的，很可爱，你看长这样很漂亮。然后它多了一个这个小沙发，超可爱，阅读区，噔噔，超美的，书可以阅读，冰箱在这边，其实很贴心，就是它这个因为是打不开的，冰箱它翻不了。我记得它有很特别的是，它的45台是他们自己的节目，墙面上有贴了他们很多吉祥物，然后还有一些外星人啊、火箭的抱枕也是火箭的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还有送小朋友很多小礼物，对，小玩具，还有一个这个袋子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这个住一次就有点值得票价的感觉。对，小朋友的备品都放在里面。哇，好赞哦、喔！送了一个杯子，然后还有小朋友的沐浴用品、牙刷。然后小朋友的拖鞋，跟一个运动毛巾也是送的，因为他有玩水的活动。哦，这是磁贴，好可爱，可以贴冰箱。对，这是小朋友的浴衣吗？可爱啊，好像是哦，小朋友浴衣太可爱了吧。然后我带大家看一下厕所，其实厕所跟我们去年住的是一样的，有浴缸，有没有回音？有。然后这边是厕所，哇，也有免治马桶。厕所很大，镜子超大，我超喜欢的。我们那床它是两小床双人房这样子。哦，这间叫做波波星球嘛。对，波波星球它有两种冒险森林。对，它两种风格不一样。像波波星球就是比较外太空的。对。然后冒险森林就是比较丛林系的。然后它其实还有很多种啊，像我们这个是梦幻版，它有一个标准版的，就是可能没有这个秘密基地。Hello。然后它这边还有玩具区哦，对，我今天发现这个玩具好特别哦，互相拼接的感觉。然后我发现一个东西，你看天花板也是波波，哇，好酷哦，好玩吗 ？Kill， 这是他加入会员就有送的。我知道是谁了，这叫喜呱呱，也是他们的吉祥物。以后可能就不用走那么远，因为听说他们隔壁也要盖一个百货。对，是他们家的百货。我们请萌萌休息睡觉，明天早上吃早餐喽。吃早餐，然后再去游泳，然后我们再去密室逃脱。密室逃脱，他18楼有一个，他把3间房间改造的密室逃脱。明天我去拍一下，明天见 ，See you tomorrow。早安。去年来喜来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隔天有《极星女孩》的片要拍，所以我们一早连早餐都没吃，我们就直接冲回台北了。今天可以来体验一下他们早餐了，哈哈。现在要来游泳了，还蛮长的啦，比较火大的那种泳道。然后那边呢有小朋友的戏水池 1, 2, 3, keep on drinking, keep on wishing for someone out there.
们这边也有健身房，蛮大的耶，而且这个健身房是24小时哦，你只要有房卡就可以逼进去，蛮方便的。16岁以下禁止进入。那我们来参加他的密室逃脱。我们现在要来挑战，到底是谁偷吃了冰淇淋呢？把它拼成一个小小的形状，所以它可能不是，就是一关一关把它排除。好酷哦！玩起来大人也会蛮好玩的，就有一点难度。然后呢，它一次是20分钟。什么树懒吗？好，要预约的。还有 3D 眼镜。对 ，3D 眼镜它每一间房间有好像1到2个密码。总共有3间，其实蛮有挑战的，连大人来玩都会需要动脑一下。这边有其实有答案，如果真的答不出来，其实在这个后面，其他我们就不剧透了，要大家自己来体验一下。那这边有个通气的照相墙，蛮可爱的。然后地板上的脚印其实也有线索，你看一直走一直走，会走到一个地方。好，我就不剧透了，大家自己来体验。好酷哦！恭喜破关啦！耶！我们刚刚在墙壁上找到了密码，我们要来填入就可以打开宝箱吗？哦，解开了，解开了。哦，贴纸哇！贴贴贴纸。哇，找到贴纸哎！耶，我们成功了。这过关，过关。耶耶，过关耶！然后这个闯关完啊，必须一楼盖章可以换纪念品哦，很赞哦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而且很适合拍照，又不会很久，就可以小小的娱乐一下。好了，我们退房了，我觉得这两天住得蛮舒服的，在饭店里面，然后我们还要去旁边的 mall， 整体来讲真的是哇，很舒服的体验，就是很适合带小朋友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小朋友之后，所有的行程其实都要围绕着小朋友，围绕着小朋友会比较好，因为如果我们做我们大人的事情，小朋友不能玩，所以我们就是围绕着小朋友，小朋友可以玩，我们就开心。而且我觉得他的房间超赞的，没有跟玩的超开心。就有小朋友的家长，就是尽量挑主题的房会比较好，比较适合小朋友这样。对，然后像妈妈他们啊，昨天是商务房，对，我觉得他们这住起来其实也蛮舒服。对啊，而且这次啊，我们订房喜来登还有配合锅炉的补助，对，就我们一个晚上他最多可以补助1300。这些的补助折扣啊，大家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，会比较清楚。对，我们会放在底下的说明栏。我觉得这个是蛮棒的一个体验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